其实我感觉非常紧张，就是在还没有让大家听到首歌的时候，是紧张的成分居多，因为比较没有自己，怎么讲，就是 solo， 然后出来，然后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，就是更能明确知道哦，原来我唱歌是这样子，对，所以还蛮紧张，但有这样的好成绩，我还是要继续努力。对，因为接下来还是会有陆续的作品跟大家见面。刚刚听到双帅对你讲的，很感动哎。就是因为像前阵子跟大家拍戏嘛，然后今天的活动他二话不说，就是他是最完美的男孩，就是二话不说，就是很听我啦，就是也很照顾我。对，虽然我们才合作第一部戏而已，对，那阿布就是，对，就是我其实觉得阿布，其实我们也都是从团体到个人，然后到我们一起拍戏，其实我们有一点点像，对，那很开心他今天可以来，因为他原本好像有一些事情，但他还是来了，然后就是我吓了一跳，哈他是要去进修吧？对，对，没有要退出，大家不要害怕。下标下的太夸张了，刚出来粉丝尖叫，会不会舍不得生猫？一直都往那边导入就对了。三个月后还是会看到。因为我们是十月才要去。对，十月去三个月。对对对，三个月，对啊，对很多人来说是眨眼瞬间，拍一部戏就够了。差不多是一部戏的时间，对啊。那如跟在前柜的好乐迪的排行榜、新歌排行榜的冠军，有想过，既然可以单枪匹马就能冲到第一名？我没想过哎，其实这个我真的都没有想过，就是其实 Sony 这边一直跟我说，有很多好的消息、好的排行榜，然后我真的很开心，就是很谢谢大家，因为每个人都非常努力，不管是我的经纪人、我的老板、我的公司，然后 Sony， 其实大家都很在沟通方面就是很愿意听我的想法，对，然后也谢谢吴克群。你觉得这首歌会让你比较脱颖而出的感觉，你觉得是因为这首歌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？介绍一下。其实这首歌它当初在。其实想要呈现的 MV 大家有看到，其实这首歌是想呈现痛跟力的感觉，对，一个女生，然后虽然她很有伤痛，但是其实她还是让自己很有力量的去面对这些难过或是挫折。对，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和当时这首歌其实有很多首歌，但这首歌其实有投射出当时没有啦，其实这首歌是唱给大家听的，对，所以没有所谓的我很伤痛在感情上，没有，其实这首歌其实早在去年就录制好了，只是发行就有点遥遥无期，然后直到对今年才发。那